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境，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利用四川地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混战的时机，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四川各派军阀暂时停止混战，田颂尧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剿匪督办。1933年2月中旬，田颂尧分兵三路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一度占领南江、巴中、通江。红四方面军采取逐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自5月下旬发起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敌人的进攻，总计毙伤敌官兵1.4万人，俘敌1万余人，恢复并扩大了原有的根据地。为打破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巩固通、南、巴中心区域，进一步扩展根据地。1933年6月6日，红四方面军11师1部在师长倪志亮的带领下进驻苍溪白庙场，11师的另一部于6月20日在师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由巴中鱼溪场经阆中的三庙沟抵达鹤峰场，驻守鹤峰寺的李家爵团和马少卿的民团溃退至平头寨，据险顽抗。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场，也就是现在的苍溪木门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原来的4个师扩充为4个军。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徐晨任总指挥和政委。7月，红30军军部进驻阆中老官场，敌29军罗乃琼、马继伯部退守老君山，民团曲壁部退守鸡山梁，罗乃琼还扼守木门崖、谢元场一带，占据有利地势，红军西进受阻。7月7日，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刘湘奉行先安川再剿赤的政策，无意进军红军。杨森、刘存厚等隔岸观火，为红军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时机。为打破敌人对川陕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食盐困难，粉碎田颂尧残部的反扑，红四方面军便发动了沂南战役。